37岁嘅诸葛子奇，自从夏家氏氏家族二公子氏家麟之后，随即由当年嘅模特儿摇身一变到豪门阔太。佢亦经常喺 Instagram 度带晒各种奢华生活。前年佢喺加拿大度诞下幼子之后，随即由原本住喺半亿嘅跑马地豪宅，搬到西半山叫价2亿嘅豪宅，顶楼双连户单位，实用面积达到4000尺，坐拥无敌海景景观，室内设计开扬阔落。而诸葛子奇亦相当满意豪宅嘅无敌海景，不时都会喺窗台前面影相。